生命，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大地耶他，嗡，摩尼摩尼，玛哈摩那耶，梭哈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。大地耶他，嗡，贝堪杰，贝堪杰，玛哈贝堪杰，让咱三摩嘎德。梭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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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南无大慈大悲。观世音菩萨。唵嘛呢叭咪吽。唵嘛呢叭咪吽。唵嘛呢叭咪吽。好，请放掌。现在要念佛说八句平安偈。
那么念这个寄语，它有一个对境，希望土地上不要发生车祸，希望海水里面不要有众生溺死，希望这个世界没有传染病啊，希望空中没有空难。那我想我们学佛了就知道，这个世间啊，真的有负面的力量，这些魔祟不多，所以那帮助这个魔祟不多最好的方法，那就用佛的悲心来跟他说法啊。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，各位不能说我在念经，念经的时候是以佛的声音、佛的心在念经，要这样。就像各位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那你不是说我在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，你的变观音菩萨，你的舌头是观音菩萨的声音，你的眼睛是观音菩萨的眼睛，你的心是观音菩萨的心。那如果你这样来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那你就可以达到无我空性啊，因为没离开空性就很痛苦。那我们修行的时候，就希望能够达到空性的快乐、清净的快乐。因为各位在世间苦不苦啊？对啊，不苦就不用来了。苦，所以我们要离开苦的方法，那就是让自己的心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就像医生帮你打麻醉剂，你痛得要死，帮你打个类固醇，哎呦，腰不痛了啊。那佛法要有这个利益，那至少你在念经这个时候达到这样啊，那个时候想的是众生苦，所以你要把这种清净的悲心的快乐哦传导给众生，那也是我们大乘佛教最重要的。菩提心是一种责任感啊，也就是说各位要升起这个世界和香港700万人，有几个人真实能够念佛呢，修行呢？那这个时候纷纷扰扰的世间，就靠着你在你家里念大悲咒的时候，念药师经的时候，就像现在念这个寄诵的时候，你要升起这个悲心，土地没有地震啊，世间没有台风，没有啊非典传染病啊，没有那些意外的死亡啊，这些魔祟不多自造，所以要念这个代表佛的八句平安偈。所以如果这个八句平安偈贴在哪里，你要观想，那个就是佛在这边说法，你要这个想法。所以各位，现在观音菩萨有没有在这边？有，你要说有，因为你看到观音菩萨的形象啊。各位，现在药师佛有没有来？有，你看看我们念药师佛，这个是佛教最重要，是你要有绝对的信心啊，绝对的信心。因为有了信心，那你所会帮助对方的悲心才会圆满。如果你没信心，那你想说念阿弥陀佛可以超度吗？可以往生吗？那这个佛的力量就不见了啊！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你要至少在念佛的时候，你把你自己的我执啊、不清净的还是这些怀疑通通要消除掉，你要绝对的相信。我认为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改变个性的方法啊！不然的话，各位都还是那个个性啊，还是那个想法，那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快乐是什么。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哪里？来，放下就快乐。对，你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我只放下，你才可以体悟到佛法的快乐，了解吗？所以当你去世间，你会觉得哎呀世间很苦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体悟佛法的快乐啊，假设这样好了，现在你要我还俗，我宁可自杀也不要还俗啊，要还俗干嘛？叫我去结婚，叫我去带小孩，啊，哦，那不行，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得到那个快乐，我已经吃到那个糖了，我怎么还去吃那个苦的东西呢？所以各位有没有吃过糖啊？大概没有，不然你们怎么还在家里呢？我讲的这个糖就是佛法的快乐，那种慈悲的快乐，啊。所以因为你已经体悟到这种放下的快乐、慈悲的快乐，然后就像各位现在没有被关在监狱，然后等一下下完课全部关进监狱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跳楼，我不要关监狱。也就是说，那各位你不管你在修大悲咒，你我们那边没空念心经、念地藏经，随便你在放生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跟你要升起这个念一下佛曼、观音曼、
就是说我就是观音菩萨承担，而且我要以观音菩萨的身口意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众生，因为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教啊。那这样以后你的什么忧郁症啊，睡不着觉啊，那就好了，吃药的目的就是至少让你那个时候不会痛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你有吃药的时间就不会痛，这样你停止吃药了，那痛就来了啊，除非你这个痛的因已经消除了，不然你就要好好的吃药，念佛念法念身。我想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，他知道我们在五浊恶世就永远在痛，所以阿弥陀佛就叫我们暂时放下，他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时候你就忘了所有的痛苦。请问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会想你儿子吗？自然想不起来啊，想到也没痛苦啊。但是你现在想到你的儿子或想到你的钱没还你，你会不会痛苦啊？痛啊，我老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啊？因为你没有佛的加持嘛。啊，我想各位往生净土不是以后的事情，我们念仪轨就是你现在就要体悟到念这个仪轨的发起。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全然放下自我，嗡啊吽，然后呢全然融入于对佛菩萨的信心跟佛菩萨功德的悲心，然后这样来念诵。那我想你这样子修一次仪轨，修两次仪轨，就是念一遍大悲咒就会不一样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发觉都不太好，这样啊，就是各位没有把这个快乐用进去啊，用进去，然后你还是那个眼神，你还是那个脸色啊，你还是那个心态，那你会痛苦。为什么？随着你的老化，你会觉得哎呀我老了，随着你生病，你的心就跟着你的外表跟你的环境在变，所以你就没有体悟到佛法的快乐啊。如果你有佛法的快乐，那你现在得癌症会不会痛苦？随缘，因为我的心没有得癌症，我的心现在在念佛啊，啊，我的心现在在修仪轨，所以一定要保持这样。所以各位，那你要勉强啊，你要勉强你自己，你不要念太长，你从心经开始，很专心的，而且把这心经的力量放光，去照出那些被烦恼魔所障碍的众生啊。你念往生咒的时候，你变成阿弥陀佛，然后呢阿弥陀佛的力量去照出那些啊执着烦恼轮回的众生，让他马上就坐在极乐世界。而且念一下心在极乐，唵阿弥陀佛，唵悉德哄舍，这是阿弥陀佛大乐心咒啊。当你很认真在信心在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连在一起，感受到一个快乐，这样好不好？我等一下就拿一个位置，各位你就坐上去，坐一下皇帝好了。哎呦，这坐皇帝多爽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佛就是要让你马上去坐那个位置嘛。啊，你马上会有，大家都说你是皇帝，大家都说你是皇后。那你心里可以感受。那我的比喻就是说，希望各位你在念哪一个偈颂或是经典或是咒语，你一定要当下领悟到那种法喜。那种法喜能不能布施给往生者，那他就超度了，因为他也感受到那个快乐啊。不然他一直附着在你的身上，他一直在制造这个灾难的时候，他也痛苦，你也痛苦啊。所以我们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得到，你吃到糖了，你才可以把糖给别人。如果各位跟我念药师偈、药师咒，你没有这种承担，所以我要各位在修前行，我会这样讲的，在念是升起大悲心，发起菩提心，安住空性，变成药师佛啊，诸佛加持，利益众生，哦，你就开始来念药师咒了。那如果你用这样的心念药师咒，力量大不大？很大啊。不然你妈妈在生病，你儿子流血快死了，你用烦恼心念药师咒没用啊，你用担心念药师咒没用啊。所以佛教的前行是说，虽然你儿子现在在感冒流血，你很担心，所以你把担心转为悲心，哎呀，求药师佛加持。但是你在念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跟药师佛合为一体，你不能担心儿子感冒死的心来念药师咒，这样了解吗？大乘就是说你要跟众生的心连在一起，那跟众生的心连在一起没有什么特点，就是你愿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请问你儿子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太了解了，只是他不了解你。你讲什么他不听你。